三年他会有没办法。小天使是不是可以帮我擦？可以帮我擦身子吗？那个啊，那个，如果你不嫌弃凤梨头，凤梨头那个小天使就蛮好用。这样是对，这是。有没有拍到？我全程录影啊，录影啊！快点继续吃啊！反正你已经嫁人了，没差啊，什么事都可以做。你愿望没有讲出来啊？他愿望讲，可是儿子以后来提亲的时候会说你看天一下他们。我知道你的愿望是什么了，希望你儿子那口烂牙赶快好，是不是？那我看完就好了。我们来头啊！怎么可以浪费？干嘛？他洗屁。哦、不要浪费我的记忆体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我不要理你了，我要讲什么？不讲是不是？讲什么？愿望啊！对啊，愿望啊！哦，没有啊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谢谢，然后工作都顺利，谢谢。都很难。好，第二个。第二个啦。哦，好。对啊。那结束了哈。结束了。什么时候？好，这是。冷掉了。重新老爸还没成健身老二。不要啊！